不过影响不大。这把主播生气了。面对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不要妨碍我。这把来一个杀一个，来两个杀一双。谁来都没用。压制。他们活不长了。把线控过来，我要去压他。压他经验，后排兵吃，漏了一个了。盲僧疑似要来。哎 ，W 接二段，哎，一刀，继续压制，走位 ，Q 闪，哎，一个 W 升级，学艺不慌，往前翻，这个对位置可以多翻墙，往下翻要走很远才可以翻第二个墙，这里我们 A 一下，你上啊，我走了，兄弟，操，装逼，走位接个 Q， 记。还在绕，你别这样，我操！盲师，你上套啊！盲师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操，心里不易是吧？只有傻瓜才会为什么。我讨厌这个人，兄弟们，加一负一，单杀中单，被打也单杀，我真服了。早知道早点死了去，魔威古斯还有助攻，当时没有机会了。欧里血被麻了，怎么说他敢反野，尝试试。速战速决吧！怎么一直在搂刀？假装补刀，骗他技能。打得凶的话，你想要爆发人头，你要保持血量。当然，你也不要看我的补刀，好吧？我们一般是看到对线的对比。26、28，小压两刀，小小优势。点燃压 TP 的补刀，兄弟们。就一般，你补刀少，对面肯定也补刀少，因为他在压制你，他不让你补刀。不要妨碍我。我补刀他就放技能，相对的我也躲技能漏刀，不然哪有对线单杀呀？懂不懂对抗路啊？活着的人才可以补刀，扑过去拼一下技能，来追，越了，兄弟们，我直接越，开玩笑 ，WQI， 拜拜，单杀加2，2:1，
单杀两个，被单杀一个 ，OK， 小赚一点。哎，好饿啊！只有傻瓜才。哎，我想赶紧打完吃点东西去了。翻到他脸上，就 A 一个 W， 翻墙接二段 ，A 一刀，往前再追一下，整个针眼加三，单杀三个，记一下，单杀三个兄弟们，哎，现在三个头都是单杀，无处可藏。在前方追过去，不要妨碍我。这么装，这就想二人啊？哎，两个单杀，我擦！难道说有说法？哈哈，有说法。W 闪 R， 先 Q 死一个，把炸弹人留住，快跑快跑，兄弟，没必要换，没必要换，听我的，兄弟，单杀，四杠一，我操，兄弟们，你敢信？400多个人头打了9个小时，这，哎呦，这分段真别定那么高。太高了，我说实话太难了。刚才都排职业选手了，对不对？还不能换号。不过我说实话，我韩服也没有别的号了，就现在能上的号，基本上都冻结了。韩服最近世界赛开始了，兄弟们又开始严格起来了，动来动去的。无处可藏。速战速决吧。沉浮这9分钟没打出来的感觉，这是治疗量，满城的时候会给治疗量。W Q R 一个闪，没满城会加攻击点，治疗量其实不是很没不关键。就你啊他干嘛呢？我有点没看懂，浪费啊。这把只要加30个人头就赢了，各位。还差一点点。这把来一个超神吧，超神加几个单杀，什么都赢。不要妨碍我。
我再来五个单杀。他们活不长。就 A 一个 W， 控制抵消。我正气很高，兄弟。围上 Q 零刀出发，打不到我，往前翻一下，往前一个 W 去个征服。哎，无伤大呀，单杀，单杀五，负一。哎呦我操！哎，我超神没了，早知道不换了，兄弟，大招还差两秒，刚才试杀了一个，小赚一点人头吧。但是超神没了，中断了。五杠一，五杠一。游走于刀尖之上。吐了，这盲僧。有点粘人啊。只有傻瓜。会为荣誉而献身。他刚，我刚才他三四个就超神了，早知道稳一点了，超神了，血赚的呀。等他把控制力量用了，哎，死了，越塔 QWI 单杀。哎，感觉可以让他超鬼，兄弟们，让他连死八次。几杠几了，兄弟们？六杠一了，是不是？六杠一了，让他超鬼吧，要不超鬼减几十啊？再杀他四次啊，包下不？输了都可以下，就这么夸张，兄弟们，这把把对面打超鬼，完了，超神没了，方向又有了，我思路突然很清晰了，各位。OK， 好像思路非常的清晰。毫无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就 A W 挂上。前提是不要给他人头，不然中断了一会儿。差点一塔没了。QWI 就这么无脑随便。七杠一，再杀他三次，再杀他三次，超鬼。上路捡个人头 ，OK， 那没事了。游走于刀尖之上。你读出来的规则吗？没有，都是这样。这把哦，瑞文死得好，兄弟，差点 MVP 是他的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。黑古斯人在哪？哎，别给他人头啊！逮着他杀。现在我们就剩三十个人头了，这把只要能有三十个就够了。W 上 A， 交闪都得死，八杠一，还差杀他两个，他
他只要死两个，兄弟们，这把怎么都赢了。再死两个，怎么都下播了，各位。啊，有多少个从昨天晚上跟到现在的？跟到现在的扣个一。无处可藏。辛苦了呀，这也太艰难了。所以组织的 TP， 这波团战没给他分到人头。来着，谁的先锋啊？对面的。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啊，咋的点了？不是太优势吗，哥？咋的看到我下播念及啊？怎么打优势就发起投降了呢？刚才那些说韩服心态好的出来 ，A 刀 ，A 刀，明刀触发，九杠一 ，W 万杠，哎，不慌，还差一个，九杠一，兄弟们，哈哈哈，准备一会儿早上吃什么吧。等待一首早餐啊！哎，别算了，兄弟，团灭真点了。你们心态又这么差，别送了。游走。哎 ，double 出来，明刀触发，走助攻，那没事了。A 一闪，又一闪 ，W A 一闪，点燃，烧死。助威，单杀一个，单强，第二段。别的不管了，就杀威古斯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拜拜，我说拜拜。中单超鬼 ，game over 了，兄弟们，怎么？哎呦，这把打完直接超我几十个，十一个单杀。翻这个墙，再往这边翻墙，再一个 W 直接撕血逃生，哎，玩的就是细节。什么叫野区的技巧？这就叫野区的技巧。我再秀一波啊，往这边翻 Q 这个 Q Q 这个位置啊，哥很懂我。十杠一，十个单杀，威古斯超鬼。威古斯零杠八啊，记住，他现在拿人头已经没用了。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来一波。Hello。Q 闪一个 W 双杀，加十二，十二杠一记一下，该记还得记。我们看一下我们超额多少个，好吧？哎，大龙算了呀。怎么拿了这么多人头？八点秀起来了！
就这，不痛，兄弟。就这不痛，明刀凯旋，我的伙伴。啊，还有超神了吗？超神再加20，一会儿不会直接一把超100个吧，兄弟们？那太夸张了。超额完成100个，啊？享受钢铁的滋味。还差一个单杀，还差一个人头超神。那你超神，这里有眼啊，我们卡视野。就 A 一个 W 点燃挂上 ，A 一刀 ，A 一刀，一个 R A 零刀触发打不到我，往前翻一下，一个 W 回头，超神。我从不妥协。几比几的？又是一个单杀。哇，下播之前的狂欢，杀疯了。哎，很 nice， 盲僧害怕了。15-1是吗？哈哈，哎呀。前面咋不前面咋杀不了这样呢？每次下播之前就这样，兄弟们，上次也是啊，下播之前就杀了很多，上次超了100个。过程就很艰难，结局就很完善。啊，救命！哎，反杀，明刀出发，打不到我。根本不慌，16-1了是吧？到底16-1还是15-1？很多个不一样的呀。哎，算了，那就15-1，那少一个人头而已。这个人头不要也罢，这个单杀，那15-1，兄弟们。A 一个 W，A 一刀。上票，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以为W 啊 ，A 一下，哎，完了 ，A Q A， 哈哈哈 ，OK， 15-2，我送他几个单杀又如何？啊，无伤大雅，我操，这盲僧还是可以的，不管他队友多烂，他还是尽力了。哎，我队友也很垃圾啊，有没有？我才发现1-3、3-4、4-6，兄弟，我以为大优势。我说怎么杀这么多个还没结束呢？你们差不多啊，两边的队友。他对面的还杀的比较多呢。我怪不得刚才队友一直点投降。我从不妥协。真服了。别人都是被单杀扣20，兄弟们，我这是韩服64胜率的钻二，韩服。别人扣20，他是黄金到钻石，换到了钻石就换号，我上来就是高胜率钻石。对局不同。我上次黄金那个对局，我扣30，兄弟，
被单杀扣30，别说20了，当时是30。今天晚上不是国服维护吗？打的韩服，段位限制也高，而且我不换号，刚才都排职业选手了。要不400多个头能这样呢？我把把乱杀，兄弟们，400多个杀了一晚上，就没有一把杀人次数低于10的，差不多，把把乱杀才这样。W 就 I 就 A 一个 W。W 冠上 ，Q A， 游走于刀尖之上 ，Q A， 秒掉一个，大刀过去，中亚他打不到我。闪现躲一下 ，Q 闪，极限了。这一波明刀和中亚躲掉盲僧的啊。27分钟是吗？27分钟。这一波说实话可以上一下抖音啊。这波有点极限，17-2吧，17-2，我刚被单杀了一次，好像是。啊，主播复制英雄能搞定吗？复制英雄是吗？哎，你复制英雄你要搞也是下次，你谁搞谁弄韩服对吧？而且是这种对决的复制啊。我本来我的别的英雄法师兄弟们，我也就韩服宗师水平。我的男刀韩服王者对吧？没有上线，你一直给我放英雄。主播上次是用中单男刀上到了1300，当时没打了，是因为在打德杯，德杯打完了号就被封了。如果继续打，我就要冲前10，冲第一的韩服。去年10月份正好在打德杯，你们知道吧？我1300分就没打了，打完德杯2个月，正好号就没了。我男刀的上限比较高，但是我的法师最多韩服宗师，主播切安娜韩服王者，啊，我都可以把我的一个英雄的一个段位跟你们说一下。你让我在这种对局里，对吧？一次排职业哥的对局里，复制对面的英雄怎么玩？等国服更新好，下次再搞。就啊。那就不是复制英雄了，那是要我命了。今天打韩服是因为国服维护了，各位。你要搞复制英雄肯定是国服，而且段位得跟他们一样，黄金到钻石。我这上来是高胜率钻2，怎么打？要看，哎，我们一会儿投个票吧。我说实话，昨天投票是投票人头挑战赢了。那个对位选英雄投票票率太低了，各位。大招 A 一下 ，A 一下 ，W 挂上一个 A 一下 ，B 一下，两个 W 挂上，往前翻躲一下技能，回头一个 AQA 往前翻，回头一个 W 续上真不得，再回头一个 QA 不慌。20-2 ，A 一下 A 一下 ，Q 死了。AQ 啊？OK， 20-2是吧？
来，我直接给到，我投个票，好吧？什么条子？注意位。英雄挑战。男刀教学。安抚王者。都行。来，我们先投个票，好吧，兄弟们。什么挑战啊？咱别什么挑战了，什么内容？扣一对位英雄挑战，但是有一个前提啊，等一下我这投票截止一下，我先来给大伙说一下。